Hello， 各位模型大们，大家好，我是 PTN 最喜欢模型阿燕。今天我们来开的这个是 Buster Doll 的第四弹圣骑士，哇，这个很香，这只能说各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非常香的女神装置的一个套件。那这个女神装置有什么特别呢？除了它是25，我有没有看错？已经有这么多的女神装置了之外，它也是一个新的素体系统。那这个素体系统呢，基本上就是全新设计啊。毕竟这个是延续整个系列、收整个机娘系列的一个最新的素体啊。然后它还有附三种表情，这个笑颜怒是什么？是笑得你心里发寒，边笑边生气。哇，这真的是很厉害呢，真的很厉害。OK。那圣骑士的之前我是买第一弹吧，然后中间两弹因为不知道能够做什么就没买。不过这个圣骑士真的是我觉得比较酷、比较赞、比较香啦。好，所以我们就来开盒给大家看一下哈，开盒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盒装也是比较特别的，不是那种上下开的，是这种旁边有这种要拉开的这种。所以我们就稍微画啊，很容易弄坏的这种感觉啊。不过这次应该是会做吧，我们就直接打开，像这种抽屉式的拉开。哇，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个透明零件，这个看起来很糖果的感觉。有一种这个是我常吃那个喉糖的颜色嘛，然后又比较鲜艳一点。然后金色的部分它是给这种成型色的金，这显然就没有像那个万代的什么超级射出金属感光泽那样那么亮啊。不过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一次的重点，如果要做一点比较接近简单完成的话，这个就把它上个金色，哇，那整体感就会提升很多。毕竟你看这个盒会上这个啊，盒会上这明显就是有上色嘛，对不对？好，然后再翻过来，这个是头发，头发这种金发是这种比较粉的这种亮的这种金发，不是那种比较黄的，是比较粉色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零件的成型色，这个白呢，哦，应该算冷白色吧，有一点。不知道是我错觉了，有点珠光的感觉吧，但是也没那么珠光，欸，就是有点金属感的白色，就是珠光吧，珠光的一种。然后这个粉蓝色也是一个很好看的这种加白的都兰嘛，就是粉紫色，也有人认为这是粉紫色啊，还不错还不错。其实这个会让人很想要简单完成，毕竟分色都这么齐全了，只要金色做点处理，不就很赞吗？哇，都密密麻麻这种小的零件，哎，都这种一个框架一个零件，像这个应该是领带吧，然后这个是那个蝴蝶结，都是射出同一个框架一个零件这样的。哇，这应该也是有兼用一些前面出的，像这个关节是 PON 的材质，哦，很多耶。然后裙子的话也是单一个射出圈，不过这个并不是软质的啦，这个就是一般的材质。OK， 然后还有这个上衣的部分，这应该就是这一次特别的造型吧，还不错。这种变体的，有点类学生服的设计，我想应该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哇，然后这个头发，这个头发零件。长发的零件也没有那么常见啊，而且它这个就等于是两面，是不是？啊，不过里面有推出孔，虽然说看不太到，但是如果介意的玩家可能还是会修一下吧，这个推出孔。哦，还有这个像披风的零件有两个，哇，这其实我觉得质感很好呢。Oh my god！大家如果有看我玩游戏就知道，我还蛮喜欢用像圣骑士之类的角色，应该说玩 MMO 我都是当坦居多，所以这个圣骑士完全就是我的菜嘛。
可以这么讲啦，应该可以这么讲。刚漏看这个脸，给大家看看这些，这是生气吗？那这个呢？这个是标准的脸吗？好精致的感觉啊！那这个就是温和的脸，对吧？这是温和吧？加上他的这个角色设定也是蛮不错的，就是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官图，大部分人都是因为那个官图来订购的吧？OK。然后这个说明书也跟第一弹一样，是采这种就是分开印刷，就是彩色的分在这一页。哇塞！也有这种轻装的模式，还不错、啊。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那张图，怎么好像没有？怎么好像没有？但是这个整体感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还蛮喜欢它原本这个配置的。太赞了吧！太赞了吧！我们说明书也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如果有缺件的一个解说。它翻哦，这个就是这叫什么？马基尼卡 Block to End 的一个素体，也就是说这个素体就是这个系列，这个女神装是这个系列的一个主打 ，OK 的吧？你就稍微翻一下给大家看。那这边应该是教你怎么样把素体组起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跟第一弹一模一样，不太确定，大家可以自己去转影片回来看。然后也有跟其他的系列联动的一些方式，就是换这个轴，这是什么 1.5 的轴 ，OK。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些地方的说明有看到说，它这个系列其实是可以设计给 FAG 啊，还有其他的女神装置跟那个创彩少女庭园做一个算是角色的变换使用。所以这个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机娘独一无二的话，这个其实是可以拿来当作是一个素体来做一个变换的。这个圣骑士不错，真的不错，真的不错，直做就已经让我觉得很喜欢的设定也不多啦，毕竟你看它已经出了25盒，看看我买了几盒，我也没有买很多嘛。虽然之前黄屋一度觉得很不错，但是零件数太多了，所以这就反映出了就是要有武装，然后又不要零件太多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就是一个刚刚好的组合啊。OK，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女神装置最新的 Buster Doll 的圣骑士的开盒报告。至于会不会组起来，就请大家密切注意这个频道。如果还没订阅的，欢迎订阅起来。想看更多模型影片的话，也别忘了按个赞，留言一下。我们就下一回的模型影片见，下一回模型时光见，拜拜。这个开盒以后就完全塞不回去了，可能只能组起来的吧。